Crouch waiting far post, back across. Oh, and Lampard was closing in there in the 6-yard box. It's come out to Joe Cole. There's the volley. Oh, it's a terrific goal for England. 你们觉得一个人容易生气、紧张，对他的一个心血管会不会影响？会吧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们觉得一个人个性急啊、坏脾气啊，容易改吗？我们都说将来一改，本性嘛。然后待会在实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不舒服，你可以随时把这个实验停下来，好吗 ？OK， 你是个笨蛋。你呢？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生气。生气。你刚刚听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会有点难过吧。所以其实刚刚从这个实验，你第一个会看到，就是也许不同的人在面对同样的状况，有不同的一个感受跟想法。但问题是，你们想想看，忧郁症的患者每天跟自己说我是个笨蛋，一天要讲几次？一天50次，那一年几次？18000。所以一年就大概18000，对不对？他重复这样的一个练习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是不是就变得很强？这么强的一个习惯容易改？是啊。当然就不容易改，但是我们是心理学家。我们有没有办法改他们的习惯？可以试试看。是啊，所以呢，如果各位想要改变你的坏脾气，改变你的急性子，那就欢迎你一起来参加清心减压保健康的这个课程。欢迎您，谢谢。